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麦传道，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主日学课堂。圣经里面记载住好多唔同嘅人物，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好多时我哋都会俾情节故事吸引，而将我哋嘅注意力咧摆咗喺人嘅身上。但其实我哋唔可以忘记，圣经背后其实就系向我哋介绍紧耶和华上帝，佢系世上独一嘅真神。今日就让我哋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到藉着以赛亚书，我们认识上帝。在开始之前，我们低头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掌管住人类历史的上帝，你是这一刻愿意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你更加是万事万物的救赎主，我们要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去学习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你自己亲自的作为，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你大能的拯救，让那些归向你的人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回转归向你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历史当中的出现，你在救恩里面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拯救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天父多谢你，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第40-45章，这里是预言着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得到上帝的福气，上帝要严严地去惩戒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悖逆离开了上帝，因为他们投靠世上的权柄、君王、军事力量，都不愿意去寻求上帝。但是上帝的定义不是要灭绝他们，反而呢是要他们藉着祸患、藉着仇敌的侵略呢，让他们重新的回去上帝的面前，并且上帝会预言呢将来他们会蒙上上帝的赐福，那个赐福呢就好像在旱地里面得到水的浇灌一样，并且呢要因着以色列家的缘故，外邦人都能够得着上帝这一份的救恩。上帝指出了以色列的罪，他也传讲着一切审判和安慰的说话，不单止是要审判大地，不单止要审判那些悖逆离开上帝的人，更加是会对那些罔顾人命、罔顾人的财物利益的人是进行终极的审判。犹大人他们忽略了隐藏在审判背后的祝福，他们只是看到眼前的祸患临到，他们觉得非常之困扰、非常之痛苦，而这些的悲愤的感受亦都在上帝的安排的里面，因为上帝就是要他们陷入绝望，他们才能够重新的可以思想回上帝是那位拯救他们的主，他们要单单的去倚靠仰望他。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只是看到绝望，他们甚至乎不会相信上帝在审判之后会重新恢复他们的那个的预告，他们忘记了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是充满着怜悯和慈爱，并且经常愿意拯救他们。上帝亦都责备以色列人的不信，同时间他宣告外邦人因为他们相信的缘故，同样的可以得到救恩。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宣告，去告诉以色列家听，告诉所有听到上帝这番说话的人，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增加他们的信心，对上帝的那份的相信、那份的依靠，因为上帝的能力远超过他们所想象。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4章第1节，上帝怎样应许降福给他的子民。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庭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像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圣言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我们读到这里，上帝的宣告说话亲自的临到以色列，告诉他你要听了，因为呢上帝就是创造你的主，上帝呢就在你从母腹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你并且帮助你。上帝指出雅各家呢就是他的仆人，是他所拣选的，跟他们说你不需要害怕，纵使你会见到这样困苦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上帝仍然要将水去浇灌口渴的人，去滋润干旱的地，他的灵会浇灌属于他的子民，他们的后裔，甚至乎到那个时候，人是非常乐意愿意的去接受上帝的救恩。他甚至乎那些人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说我是将一切事情归耶和华，并且自称为以色列属于上帝的子民。人呢渴望上帝的拯救呢临到自己的生命，而上帝呢亦都乐于接受。上帝在这里形容他自己，就是他是首先的亦都是末后的，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真神，这个是上帝的说话。好像在十诫的第一诫告诉我们听，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说话可以说是圣经当中的重点，给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位神，并且他是唯一的神。接着下来的那段的经文第九节开始去到第二十节呢，就是讲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怎样荒谬的将石头将木头变成偶像，然后跪拜。大过一些的神像呢其实没办法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石头，只不过是木头。于是上帝就继续将他的救恩向以色列人陈明。第二十一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将口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造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方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四十四章的最后部分，上帝亲自向以色列向雅各的后裔显明他的主权。他说我的仆人啊，你要纪念这些事情。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我不会忘记你，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口云消散，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人的罪恶在上帝的面前，当人愿意归向上帝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看人的罪好像云雾一样，完全的抹去，完全的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应当歌唱欢喜快乐，因为上帝成就这件事，他的审判降祸降罚其实目的就是要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所以这里看见上帝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他说天地都要发出赞美的响声，树林和其中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了属于他的人，并且要因以色列荣耀他自己。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铺张穹苍创造大地。这里再次提起上帝他自己的创造，其实是讲给我们知道一样东西，他是在地上万物
万事上面都有那个的权柄。而直到最后了，上帝提了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居鲁士，又或者在以前的圣经译本呢翻译出来呢叫做古列。他是巴比伦帝国的君主。为什么上帝会提起他的名字呢？甚至乎上帝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上帝提出这个居鲁士的名字，目的是要告诉所有的人知道，他不是只是关乎以色列家的事他才会去管理，他才会去帮手，他才掌权，而是呢世上万国万族的人他都能够掌权。这个的居鲁士其实就是巴比伦的首领，他有着威胁的能力去掳走整个的犹大国。而且确这些事情呢是将会发生，不过上帝形容一样东西，这个居鲁士他的判断他的行为是出于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愿意发起重新兴建敬拜上帝的耶路撒冷城，甚至乎将那些老去的人民百姓可以重新的派回他们，翻回去他们的故土，这个是出人意外的事情。以赛亚他的确相信上帝的救赎恩典，他开心到呢向世间所有被造的物件作出一个宣告，你们要来赞美上帝，因为上帝呢赦免我们的罪，邀请他们去赞美。得救和喜乐其实是非常之紧密的，圣经里面讲耶稣的受死就是为了使圣徒心里面能够充满欢乐，让他们的心里面去知道救恩出于耶稣，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得到改变，能够得到救赎，全部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上帝呢不是追求他自己的名誉，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赞美和荣耀，而是呢要藉着慈爱和恩典去善待我们。上帝的权柄、能力、慈爱配得我们的称赞，配得世上万物的一个的赞美。世上没有人可以比到上帝伟大作为的存在，他就是一切所有应许的根据。然后我们翻开45章，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计划怎样临到居鲁士的身上。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洞门，砍断铁山，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居鲁士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是提到是被高立的外邦统治者，他之所以被上帝高立呢，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是要完成上帝一些任务，上帝呢要他为以色列人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居鲁士呢竟然是允许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更加将犹大人呢重新的将他们安置回在以色列的境地。所以啦，上帝就兴起居鲁士去平复巴比伦帝国，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呢都是按照着上帝的计划。不是讲到呢是上帝怎样去让居鲁士去明白上帝的计划，而是呢上帝藉着这个人的身上的事情去成就了去拯救以色列的工作。只不过啦，巴比伦的结局呢是跟这个犹大完全相反，犹大能够得救，但是巴比伦呢却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呢是失去了人性，
佢哋嘅殘暴，佢哋對偶像嘅崇拜，以致咧佢哋係冇辦法逃離上帝嘅咒詛，而結局咧亦都好似上帝嘅預言咁樣成就。所以我哋能夠睇得見啦，雖然眼前我哋會見到有啲強國嘅興起，佢哋點樣去殘暴，點樣獨裁嘅政權去濫殺無辜嘅人民百姓。可能呢，佢哋都係出於上帝嘅計劃，係上帝要興起呢啲國家，讓嗰啲呢從前認識佢嘅人重新嘅返去上帝嘅面前，能夠謙卑去求上帝嘅拯救。但係啦，當上帝嘅計劃拯救嘅計劃臨到完成之後呢，上帝定必按照佢嘅公義去審判返呢啲嘅強國。當佢哋泯滅咗人性，无视咗人喺世上生存嘅嗰啲嘅自由、嗰啲嘅权力，甚至乎咧，佢哋拜偶像，离开咗上帝，或者佢哋咧完全系觉得呢个世界系冇神嘅，系无神论嘅，嗰啲其实都系一种嘅偶像嘅信仰，都系上帝所憎恶嘅。上帝咧，当佢嘅计划完成之后，呢一啲嘅强国咧，都系要面对审判，都系会喺历史当中，只不过系成为一粒嘅微尘。因为这里表明给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更加是外邦国家的历史，上帝都是能够掌管。这一点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甚至乎当时当代古代的人，他们呢是难以领会的。因为他们会认为一样东西，每一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神，每一个国家有他们的神去带领，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个神的争战，所以经常都会说圣战圣战，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战。但其实圣经给我们知道，世上只得一个神，一个真神。在以赛亚书45章这里，用了很多个篇幅，上帝自己去形容自己怎样是世上唯一的神。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这两句说话完全一样，是告诉人听，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第二个神。你们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我会兴起你们，因为一个目的，就是要让那些真正属于上帝的人能够回转，在患难的里面，在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知道要投靠上帝。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要使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这番说话重复了四次，耶和华上帝先是这个世界独一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更加是世上外邦国家任何一切以上的那一个的上帝。接着下来，以赛亚书继续去解释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上帝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上帝。救主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实在是自忍的上帝，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抱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抱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造成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密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找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相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在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室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我读到这里，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不单止是拯救以色列国，他更加的是在世上所有的人万国万邦的里面去彰显住他自己的大能。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45章这个部分所提到的，就是上帝能够在居鲁士的生命里面成就住他自己的旨意。他不单止是掌管住一切属于他的人，他更加的是掌管住世上一切受造万物。原本上帝的救恩是以犹大为中心，从居鲁士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救恩要转向万民。在这里强调了最上两章的主题，独一的上帝首先的预言他会介入外邦人的历史，亦都同时记述了上帝的慈爱会拯救世界。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低头祈祷。天父上帝主，多谢你恩典，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更加是充满慈爱的上帝，你是那位看顾人生命的上帝。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藉着圣经我们去看见你的作为，不单止在那些属于你的人身上，更加在外邦人他们不认识你的人身上，你都能够显明你的能力和权柄。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专心地去投靠你，让我们去知道你是掌管世上万物的主，我们要敬拜你。求上帝你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困惑，让我们都懂得去依靠上帝你的恩典去行事，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去看见上帝你的作为，并且藉着圣经真理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我们要怎样去行事，怎样去为人，怎样尽好我们的本分。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